现在正是农历七月份，有不少民间的传说或者是禁忌，大家都会宁可信其有。在南回公路，也有人表示，农历七月好像夜间车辆的确少了大约两成，因为取谐音“南回”，好像意思是说很难回来。对，哦，因为就是有人就是想说什么“南回南回”，就是那个谐音啊什么的。不会啦，南回的现在不会啦，菜车。嗯。槟榔车、砂石车不知道啊，所以今天就最近就车还是一样很多，并没有说不会不会的，不然要从哪回去？哦，对吼，好像也是。对吼，对吼，你去屏东，去屏东现在要哪里回去？也是只能走。对啊，是啊，不要那个胡思乱想就好，不要胡思乱想就好，那就认真的啊，我要回家开回车。但是也有民众说，其实不用自己吓自己，开车本来就是要多加小心，行车安全。警方表示，农历鬼月民俗禁忌多，民众出游自然会减少，只是会不会和南回这个字眼有关，只能在大家心中自由行政。东台新闻部的综合报道。